你来，我上个厕所。我陪你去吧。来，那我先走啊，一起喝吧。哎呀，来呀。来你谁呀？干嘛要拉我呀？哎，真喝呀！走，喝酒去。还喝什么喝？回家。老公，你快点！老公，你好帅呀！把衣服穿好。嗯。老公，我就去跟他们再玩一会儿，我就回来了。走了。唐一翔，你站住！还喝什么喝？跟我回家。啊，不行，他们还等着我呢。我就喝一会儿。你今天必须跟我回家，走。不行，我得再等一会儿，我得再喝一会儿。你别闹了好吗？跟我走。哎呀，哎，我就再喝一会儿，就一会儿就回去。别闹了。雨霞她也没在卫生间啊，她去哪儿了？别出什么事儿了。我给他打电话吧。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问一下。电话响了，电话响了。响的。喂。走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我要不就玩一会儿，要不你就背我。当心。帅呢？去刷牙洗脸去。可不。你是一名医生。我是你老婆。老婆也不能挂在脖子上，会断的。断了，我是医生再给你缝起来。那你先去吃饭。不想吃黄油，我要吃果酱。果酱，老公。昨天我怎么回来的呀？我接你回来的。你去酒吧了？你看我玩游戏没可帅了。我没看见你玩游戏，光看见你接吻了。接吻？怎么可能？我跟谁接吻？你真的不记得了？我记得呀，我先喝酒，然后玩游戏，然后就回家。然后就接吻了，嗯，你懂的。好吧。什么好吧？我怎么可能接吻？咱俩在说话呢。我跟谁接吻啊？于西。怎么可能？
我承认啊，于西确实喜欢我，但很早之前我就跟他说过我是有男朋友的，我怎么可能跟他接吻？有和自己普通朋友接吻的吗？我没接吻。话又说回来，你昨天晚上为什么去酒吧？就微微也有我的一份功劳。嗯，那确实你该去。但是你真是因为这个原因去的吗？我听说你们科室的人在撮合你和你女婿。谁这么八卦呀？我觉得你们俩挺般配的。陈医生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搞清楚，我也有跟异性朋友交往的权利，我不是绝缘体。我从来都没有不允许你和其他异性交往过，但是你不能和其他异性接吻呀。我没接吻。说到底，你就是不信任我呗。唐雨佳，我们现在不是在大学，你的眼中只有我，我的眼中只有你。我们进入社会了，会有形形色色的人介入到我们生活当中。你又是那么一个什么呀？说。你是一个善良、活泼、贪玩、容易动感情的女孩。容易动感情，就是说我意志不坚定呗。生儿，我要意志不坚定，早没你什么事儿了。我爸最喜欢的就是于西，她才是我爸心目中完美的女性。这事怎么跟你爸还扯上关系了？当然有关系啊！我凡是动一点点心眼，早没你生出什么事儿。这事儿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这是我自己的事儿。现在是于西，那以后还有于南、于北，我不能因为你不跟异性交往。如果你自己连这个坎都过不去的话，我看咱俩也过不去了。唐雨佳，你一定要这样吗？我不想跟你吵架。一会儿还有手术呢，你收拾吧，我也上去换衣服，咱们俩冷静冷静吧。